彰化县绿能产业发展论坛将于24日上午于彰化县立图书馆演讲厅办理。彰化县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前往聆听。我们在这个风电部分是全台湾第一名，太阳能是第二名，然后呢电动汽机车啊是数一数二的，所以这边非常难得。我们希望啊，这个很多人不是只有彰化人，全台湾、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彰化有这么大的一个优势，有这么大的一个优点。那论坛有分成两个场次，第一个场次就是从国际的净零碳排跟台湾的一个因应措施来一个切入，那第二场其实是要以我们彰化在地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第二场的话，我们有邀请到彰化在地的代表企业，像比如说成员他在彰化投资20亿，然后做一个电动巴士的组装厂。那我们的沃旭能源它是我们彰化投资最大的风力发电的厂商。那再来还有我们的美欧亚，它是在太阳能这边的代表性厂商，以及我们的宜力电子，它是一个在智慧电动车这边的一个代表性厂商。所以这些厂商它会以一个在地观点来看，来发掘我们彰化在绿能的一个机会跟契机。那最后最重要当然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律处的处长刘一平处长，他会以一个县府的角度来跟我们分享县府的一个规划跟他未来的一个愿景。那我们希望我们本县对绿能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来聆听，时间是3月24日在彰化县图书馆。主办单位表示，论坛邀请多位大咖开讲，从世界能源新趋势发展谈到彰化在地绿能产业契机与商机，欢迎乡亲踊跃参与。记者熊欣彰化县采访报道。